大家好，我是彪，我是涛，我们是彪 and 涛。今天我们要来开箱，开箱开箱什么啊？我们应该是不知道我们要开箱什么，要开箱什么？我也不懂是什么，那可能我们就想要开箱。你觉得什么？我觉得看起来是彩票。这样子我们先开咯，现在我们开箱。开箱也要做这种五个的声音，这种第一个就开箱，鼓鼓巴巴声音是，就开箱来讲是最好的。好了，什么？是吧？哇，我买纸皮。我要开一个新的 playlist， 叫做《安好小厨房》，请大家要关注他做的那个 playlist。我们在这个星期日会开始他的第一道美食，到底他第一道美食会煮什么呢？请你们多多关注吧。小厨师，你有什么话要跟观众们讲？就是去看到 like。